这个还嫩。嗯，嫩的不吃，哎呀，这个是真的嫩，嫩的不吃是老的。太嫩了，没肉啊。那个也嫩。这个啊。嗯。不能。哦吼。那个还没那个大嘞。你的池塘里面喽，等着过去。呀，他这塘里面养了鱼，没有，都是嫩的，只有那一朵比较老。你要种的芋头苗在这里，那一朵应该也可以，那一朵。哎，那一朵老了，对，这一朵老了。我找个工具了。那，那一根树枝。对。哦，累。唾手可得，刚刚好。那个是搞不掉，那个就得下去。你下去啊。不深。所以说你下去啊。我下去。那里一个，那里一个，两个。那边还有几个。你下去吗？我下去，不合适吧。好，那我下去。再下去，裤子脱了。就够那几朵就好了，它这边上好多那个刺泡的那个苗，这个刺泡，小心点哈，不要待会踩到一条鱼了哈。还好硬的，硬的。咦？到一朵，这一朵刚刚好，哎呀，还嫩了一点，还嫩了，嗯，裤子打湿了，往边上走嘛，嗯，往边上走。边上没有棉藤，边上怎么容易呢？这个会不会割脚啊？肯定会啊，那个莲藕藕苗上面那杆子上面有刺，哎，这个两朵，差不多了，不行了，那边的野都还是嫩的。嫩的，嫩的就算了，快上来。这里还有一种。这样。这样。过几天老了就可以了。人家今天下午到这里摘的。还有三朵。是我们这村长的，踩到鱼没有？没踩到刺就不错，还想踩到鱼？嗯，想那些，田螺就踩到一个，把我把裤子都打湿了。嗯，摘了三个莲蓬。给，哎呀，这是人家收花，我收个莲蓬不过分吧？上岸，好了，洗洗回家吧。那这脚下还有一只个，这还有一个呢。嗯，好，搞了五朵，走吧，回去吧，拜拜。哪里？还有一朵。
漏网之鱼啊。这种应该可以。小心。哎呀。这种可以。合适。兄弟。六斤。要得要得要得。哎呀，死掉了，美得很，美得很呢、啊。我们吃，嗯。我帮你选一个，这个。这个是应该是长莲，长莲藕的莲子吧？不是，这就是长莲蓬的。啊、哦，专门长莲蓬的。哎，难怪它莲蓬颗粒这么饱满，粒粒是有籽，而且莲蓬有那么大一朵。大吗？可以。那村长说他是用来做菜吃。做菜吃？炖汤、不知道。那炒着吃能吃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吗？可以做藕，挖藕带呀、啊。藕带就是那个藕的嫩苗啊。啊，我知道酸辣藕带。嗯，可以。但是我是说，他搞这个莲子用来炒菜吃，我就没吃过。可以啊，炖汤啊，炒也可以啊。炒。嗯、还是新鲜的好吃，又方便。嗯。OK。